那少宗主，天赋异禀呢，说不定从某个上古遗迹中得到的阵旗也不一定啊。更何况，这出世测试中，并没有禁止使用阵法一说。再说了，那阵法也是检测武者实力的一部分呢。你说呢？ 灵武王，如按灵天所说，前尘他们已经破开了封锁阵法，那他们若是不敌，应该能够第一时间传送回来。可现在已经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为何还没回来？哼，萧大人。 你就不用再等了，这两个人现在还没出来，肯定是死在里面了。哎呀，这堂堂大玄国的公主和郡主，若是死在这出世之地，想想都叫人心疼啊！是啊，哼，尉迟城，我大玄国的公主和郡主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大昭国。 也休想好过，小子，本少主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冥王现尸，雷焰，疾风，哼！ 赵灵山，你非要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不好。 什么时候过来的，郡主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你不走，我又怎能先逃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还是捏碎玉牌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如果我坚持不住，我会先走的。现在你不走。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又是个倔脾气。我暂时封锁住了你肩膀上的毒气，保护好自己。操横年无忌，交给我。
娘无忌，赵灵山你先拿下，这小子交给我。也好，你的对手是我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能操控本少主的珍宝？可恶！当初我足足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才炼化这飞刀，做到操控自如。这小子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随意操控，威力竟还在我之上。龙吟，修为明明不如我，且是我的对手。剑鹰，流星。小心！就剩下你一个了。可恶！你们两个都得死！的力量，这是血魔功。血魔教在西北五国罪恶滔天，死在他们手上的五国强者不计其数。五国下令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暗中修炼血魔功，违者杀无赦。哼，什么血魔功？这是我们鬼仙派的血人大法。此人实在诡异，实力深不可测，想杀他看来还得想个法子。救助快退，贼印。你上当了。不好，是毒。糟了，
通过毛孔不断钻入身体，灵力也无法抵抗。此毒乃是我父亲从妖祖山脉遗迹得来的上古毒粉，无相魂毒。一旦中招，就会让人浑身无力，任人宰割，就连玄级高手也无法抵挡。还好之前没有仓促出手，没想到宁无极身上有这样的毒火。这秦尘实力果然不凡，连曹恒都败在他手里，难怪秦奋和秦勇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念无极修为也不低，不如等他们拼到最后，我再坐收渔翁之利。小子，没想到你中了无相魂毒，竟还有如此抵抗之力。只可惜，任你实力再强，今日也必死无疑。别笑了，别。念无极，你束手就擒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？做梦！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死吧。炎魔解体大法，秦尘啊，你可真是让我看了场好戏啊！不愧是我秦家后人，连鬼仙派念无极这样的天才也败在了你手里，佩服。哼，
在我面前你也想跑？你想多了吧？秦风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么样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你伤我二弟，还让我双亲落个不仁不义的名声。今日若让你跑了，我如何向母亲大人交代啊？是赵凤让你这么做的吗？杀你何须我母亲受益？在我眼里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杀你不过顺手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不会有任何痛苦的，而且用不了多久，你的母亲也会随你一同上路，好让你俩在黄泉路上有个伴。千峰，我的母亲是你的亲人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在我看来，你母亲只不过是一个玷污了秦家威名的罪人而已。好了，送你上路。哼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以你现在的状态，任何一个武者都能轻易杀了你。是吗？不好！秦风，你的右手今后怕是不能用了。你不是中毒了吗？无相魂毒，名字倒是挺好，可惜毒性太低，如何毒得中我？你之前和聂无极战斗，明明已经……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怎么骗你出来呢？知道我在这儿了。曹恒他们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了吧？亏你这么有耐心，能在旁边等这么久。秦晨，你以为你偷袭了我，就能杀了我吗？我秦风纵横沙场多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当初在生死台上我让你双手的底气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四品血门，怪不得你这么有底气啊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觉得我跟你废话这么半天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疗伤？你好好感受一下你体内的真气是不是有点不太听使唤了。什么？卑鄙！你居然下毒！若你不抢走我的玉牌，又怎么会中毒？这玉牌上呢，不光有无相魂毒，还有我给你准备的一点小礼物。秦晨，你给我报！雷击！就算少了一只手，我也能轻易抹杀你。哼！
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接招吧。什么？疾风。这小子太卑鄙了。放过你的，去！这次让秦风跑了，没想到他身上还有一张破空针符，这些针符威力极强，应该是来自某个远古遗迹。不过，这次他身负重伤，下次再遇到，倒是不足为惧了。郡主，郡主。无限魂毒只会让人昏迷，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不对，他还中了曹恒的毒，难道说两种毒在他体内变异了？你们看那边，那边好像发生了打斗，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吧。走啊！不好，有人来了。那个人好像是宁无极。你疯了吗？聂无极可是鬼仙派的少宗主，又是在这次血灵之洗礼中仅有的三个达到了天级中期的顶尖天才。还真是他。你们看，大昭国三皇子曹恒也在这儿。谁有这么大能耐？整个五国怕是只有大玄国秦风还有林天宗幽千雪才能与他们一战。不管怎样，这种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掺和的。走走走。别出声。好险。先看看郡主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藏着毒。九星运转，万真归一。好可怕的毒素，必须得尽快想办法帮郡主解毒才行。六妹，你刚才说你们遇袭是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附近。好，过去看看。跟上。我突破天劫了。你刚才中了聂无极的无相魂毒，我只是在帮你解毒而已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我先声明，我没碰你。你，我这也是事急从权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秦晨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是灵山郡主的声音。灵山妹妹，在这山洞里。不好，赶紧进去。